你都回些什么？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只要是家务活，我都能干。哼，行，跟我来。这里是厨房，以后你就负责这儿和大厅的卫生，没事的时候后院也得收拾收拾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你先打盆水，去擦擦大厅的东西。好。夫人呢？小的刚去催过，夫人说她这就好。这人是新来的？是啊，大人。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呀？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大人问你话呢，快回答。大人，她是我带来的，她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。从小我就叫她姐姐，我看她日子过得很辛苦，所以就让她来督军府帮忙的。大人应该不会怪我吧？我怎么会怪你呢？你呀，是这里的主人，你想请谁就请谁，这里啊你做主。谢谢大人。大人，我们走吧。等等。放着白家大小姐不做，你来到我的府上干什么？回督军大人的话，我现在是刘家的媳妇。哼，刘家的媳妇儿，对，我听说了，你自从被白家赶出门之后就嫁了个佃农。但是我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跑到我的府上还干起这些下人的活儿？我是来工作的。哼，是吗？小玉，你也真是的，怎么会安排这种工作给白大小姐呢？你可知道，干下人的活还不如丫鬟呢。哼，白大小姐，这不会太委屈你了吧？没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，我靠自己的劳动，光明正大的挣钱。对，现在这个年头啊，挣点钱不容易，总比在乡下饿死好。不过现在呢，这外面流行瘟疫，你从乡下来的，这身上该不会有病吧？啊，对了，我还听说你生了孩子，你丈夫在外面也偷偷生了孩子。不，我搞错了。自从你大哥白永峰在外面到处宣扬这事之后，他就不是什么秘密了，对吗？大人，我们走吧。副官。是，大人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们对待白大小姐要一视同仁，跟其他下人相比，他该干的活一件也不能少，他该拿的钱一个子儿也不能多，听见了吗？听到了，大人。听见就好。
夫人，我们走吧。嗯。